是咧还到啥啦？我来甲你讲过啊，无问题啦。我罗里桑已经过身啦，我罗里桑绝对袂使有问题。老婆，你个空气，铁柱，你的欧巴桑就是我的欧巴桑啊，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好好甲照顾。 太子啊，你无要等内裤出来，赶紧一面。太子。阿王。谢啊。小姐都在内面。 伊也想要走，你也来踮遮好好照顾头家娘。我知啦，我袂袂走啦。阿王啊，对面已经面单，我有交代过头家，顶只想要过，天也要暗暝时阵，旁等有头家娘食。好。平日生我立过啊，你免烦恼，身躯也无钱的时阵，随时来找我。我知啦。 好，甲只头家娘一定当谅解你啊，无我若替你做冤枉的。咱两个阁真有缘吼。 不是有缘，是有份。无唔对，全世界我上解恨的就是你。多谢，你把我的心内话拢讲出来，这么紧，我安尼讲你有了解无？
你敢怪我秀，比天都高，比海都深。这世人，我若袂当报这个冤仇，死了做鬼，我都要来找你。我甲你同款，我的事业已经叫你害甲七惨八绝。哼，卡苏老一讲，我有咧病死，坠落往死城，我要去阎罗王遐告你，我要告到，互你上刀山落油顶。啊，若无我这百戏，永远都袂消。算着手指，无小心落在你的手头，即马你会下败啊！吼，即马才拄好开始呢，刷落去，够一台车，够你草山的别墅，够恁蒋家的祖厝。我要给你金办起来，让你万世不能超生。我再不要做你来，我将金银吃到这大汉，还佫唔知影什么叫做惊。小姐，小姐，蒋家小爷来呢。我先带你来换衫，你若无要见伊哦，我才带你往后面唔走。我无想要见伊。对啊。等一下，阿芳，你得有来源陪我卡衫。好。你先去。那还好，人家等我，我出来看卖啊。伊若走，我再去别叫你。哦。请问伊，詹先生，你是要找内裤，还是要找卡衫？第一，我要来找内裤；第二，我是要来管卡衫。内裤伊无来啦，因卡上伫内面啊。卡上，阿内裤咧，一定有来遮看你哦。内裤是替恁老爸无去。你还敢来这要找我讨人啊？内裤，内裤，你是怎样位啦？来来，内裤，为这去，晓得阿伯咯。休息所在，袂使随便个，就是。哦。叫啊！啥啊？你有看到啥人来出来无？无啊。无。Thank you.
接下呀，你有什么贵事啊？吉先生，吉先生，吉先生，拜托一下，拜托一下，我今嘛真正欠无钱通给你啦。我囡仔靠干，你敢袂当同情一下，小可怜一下啦？拜托的啦，莫把我囡仔抛弃啊，把我囡仔害我啦。我若收无钱，当无得高兴，一定都够可怜，你知无？李先生，囡仔抱顿，啊是爱加了米，爱饲囡仔嘞，安尼等到麻烦，搁算袂好。不要紧，我会照三顿给你算下。啊，你若一礼拜无来还钱，无来给伊抱顿，我就把这个囡仔卖掉。哈哈，李先生，你还好心好歹，搁我宽咱一个月啊，拜托了。啊，不过半个月嘛好啦，拜托。我嘛规律甲恁记，假使讲我予恁安，别人嘛甲恁同款要求要安，但我小弟都免做。阿乱，是咩阿乱？太子，我求你好无？予因款闲钱，恁阿妈甲因抱走。你是因啥物咯？有啥物替因讲话？太子，有你用靠好。因都是有困难，唔才规个安尼甲你救。太子，我知影你恨我，因为我，你甲世间人拢当作外乡人。太子，你听我苦劝好无？我把你为着我，好人嘛，你是一个，已经是无血无目屎啦。我知影你怨恨我，尽管你真正遐尼唔甘愿。你给我拍死！你给我拍死啊！是实的，我唔捌你，我唔知你为什么故意在搞公仔。太子，敢讲你真正爱我死你面头前，你才会甘愿？先生，麻烦你给我提一支刀来。这刀是要做啥？伊唔是要害弟弟的囡仔，伊是对我，唔是对你。我若死，你就无代志。你进去呀！拜托，你们交交我的行李好吗？做行李，嘛爱讲情理，嘛爱有做人的基本道德。哼，做行李就是为了赚钱，赚钱，没讲情理，讲道德，结果纠结伊我。进去，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今晚就给我抬死。我甘愿早日你死的手来，用我老的血，甲你心肝来一把火，把我化去。歹势吼，目屎仔囝，你的钱我无爱赚。你是安怎啦？点点卖草。头家了，头家。你要创啥啦？哦，我来当西装裤啦。好啦，稍等你啦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西安头家，拄仔豆头家有来过呢。怎么咋的？昨日去阿英阿讨无钱，伊今日叫孙仔买了啦。
行啊！我最后再问你一摆，你钱是要行啊，唔行啊？我真正无钱，怎搁行你啊？无钱，大人啊，家己也当啊规点笼啊来，好吃无钱饭啊！志伯啊，啊，阮囝你若甲抓会关，啊，要哪有钱通行你？啊，今顶个月，我伊家己款啊，拨予你啊。啊，厝内哪有钱，阮哪着搁欠你。哎，迄卡月关啊，用等于三个月利息啦尔，也一个月期限啊，拢总够啊，无钱嘛着爱还，对吗？大人，我求你，你帮阮囝好，我甲你斗阵来去食醉，帮囝去趁钱。钱若是还了后，啊，你才放我出来，好。有当使，钱是恁囝甲我借的啦，哈，当然是爱掠伊啊，无要掠什么人，你讲情无效啦，大人，我来来来，行行行，老乡，阿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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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。你咁好，啥物唔好咯？迄个阿兄啊，无甲你买照约束性钱，饮下就可以去食无钱饭。志爸，咱是要提钱呢，唔是要甲伊结气啊？你何去食无钱饭？伊就无得趁钱，钱永远无得还人。啊，你唔捌啦，这叫做太低价交啦。咱心肝若无俩贪欢啊，一个也要动情，两个也要动情，啊，咱是要趁啥碗糕？刷到趁无钱，刷到搁倒贴，连本都搁加去哦。安尼你知影哦，我加入得少。阿英啊，那你是安怎啦？恁卡掌若真是遐尼严重，你若唔留在病院甲伊照顾，陈金宝，我真想要去死死的，阿玲可袂拖入去天池。亲爱的，已经无人我都救伊啊！心转阮最后的愿望，望望你来心转伊，心转阮最后的愿望。虽然是无的一场梦，心甘情就是，我爱当兄弟。那个，哎呦，你来吓我！你若死，我是白死的啦。尽管白死嘛不要紧，那会当减轻你心肝内的怨恨，你就会减少一挂歹代志。安那无，你的臭名万世。人伫边内，这么紧啊！地主先都真乖巧，
那怎奈雄雄变个这恶疾呢？总的啊，即嘛几点啊？你要来开会，大家拢在等你一个，你安尼敢对？啊，是的啦，我都临时有代志，唔知去拖着时间。总啊，我小请教一下吼，做前咱就讲要请日本技师来，预算内底嘛有这笔开支呢，即嘛日本技师在倒？对啦，苏东时是有安尼讲啦，尾后我就甲日本联络了后。迄日本技师开的价钱，想计无通争议。既然安尼是钱呢，到底是开喺倒去呢？我嘛是开伫日本啊。我联络日本的朋友，啊，甲迄技师安尼一摆一摆，甲因应酬请因食饭，敢若开伫萨卡巴的烧酒钱就不得了啊！你讲我拢骗人个啦，欺骗社会，一寡钱开了了，日本技师也无来啦。一寡牛奶鸡拢歹来，互人食歹腹肚，即嘛无人要变来穿牛奶个。你看，安尼要安怎办？当初你讲八成的利润，即摆利润莫讲，连阮投资的本钱都拢开了了，凡是啊，即摆还摕一百人嘞。啊，莫搁讲啊啦，退股啦。阮这的股东吼，拢已经决定要退股啊。你讲无好赚哦，你留你家己赚。太子，我给你报告一个好消息，咱的牛奶粉哦，生意足好诶，一批稳赚诶。哦。啊，佫有一个更好的消息。什么消息？食马社因的青牛奶啊，互人食咧到底啊，腹肚疼又佫流屎，即摆啊根本就拢卖袂出去啊。一个本外方，先生，你什么人？留我这借钱？我是恁囝的朋友。王爷，哪有你这款这有钱的朋友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阿婆，你放心，我无歹意。恁囝阿兄，我会去派出所救出来。你安心在厝里等。你欠人遐的钱，我会尽量想办法替你还。你别烦恼。少年的，你来帮助我，是有什么目的？我都讲过啊，我无目的。阮老爹上尾过身的时阵，有留淡薄财产给我，我都做会到，你莫甲我怀疑啊，我是尽一点仔心意的。阿婆，告辞。
才有客人让你较细腻。少年的，阿婆，你有什么代志？我一定给你回多谢。阿婆，我会给你磕三个头。阿婆，你是时代，我唔敢。唔管时代还是谁，你是阮杨家的大温情人，我一定给你磕三个头。阿婆，哇，你来。世间的人，哪拢亲像你安尼，唔知道要活好嘞？先提千二块给我。阿雄的啊，你跟你讲话你是无听的哦，千二块先给我啦。我卡上，我今晚没哪有钱啦。无钱？草山迄间白庄，上山迄块地你拢摕去卖去啊？啊，你的钱是摕去倒去啦？嘿。用的啊，啊无你是下教育啦，伊若唔敢应坐嘞，安尼我知，你是毋是自遐个钱摕去内裤因兜去害债务啊？我卡上，你莫阁胡白乱要好无？我即摆是阁讲多欺负恁的生理，别人会知影阁了钱，我即摆是急到家己嘛唔知要安怎较好。啊，你做生理毋是一刀用的，啊谁来做阁了钱呢？我要哪会知影啦？我正经真认真咧经营呢，要了钱我哪有法度啦？你就是去揣到迄个扫帚星啦，你才会去予伊耍着，连我也带衰啦。但一个月拍到即久二十几场的麻将，无赢到一场啦。我卡上，迄是你家己含慢拍嘛，莫阁牵拖对内裤遐去好无？我干哪要牵拖伊啦？拍牌拍到即久哦，毋捌参与一阵仔这尔偌济啦。少爷，少爷，系啊啦。阿祖，咱们来看车先。系啊，你落开这两支条买给你啊。好啦好啦，好赶快去啊。那呢，你也无车人坐，要安怎？无车人坐，我坐三轮车也过紧。唔免话，你逐工都拖啊片的惨啊。英啊，你伫迄台车也买去啊？欠人的钱哦，人要来过，啊，无好人敢会用的是？但一声去了了啊！人伫讲哦，好未过三代啦，咱尖工哦，传到你这代，拄好是第三代啦，真是会败到足凄惨的。哦，哎，啊，你阿姐家嘞？啊，他带那人嘞？我叫伊先走，伊是我公司请的职员。哦，啊，你车已经拖走啊？哎，小邓，我欠一个拖车的。无你花钱好，歹势啦，阮头客也无甲我饲头路咧。即马金明已经无车互你拖啊，早晚有一天甲你饲头路。无安尼啦，伊互你偌济，我照常互你。
另外，我一个月都加100块给你，安尼敢好？金华，你是安尼无甲讲是？暂时是，这有啥物问题嘞？你的债务落在我的手中，我来顾你这台车是应该的。金华，啊，行，咱倒去。好，小弟，去甲你伤心的骨头家小三省一下。好。少爷，那呢，我要甲我的新头家来去哦。哈哈哈！行，咚咚咚个了，你得咚着低调门，嘿，低调门啊，阿克勒嘛不打两个，我是你哟，塔塔的嘛几个叫，低无低啊，行走个乒乒叫，嘿，万载，哈哈哈哈。到底是安怎了？啊，姨丈，你一定要给他救。我是要怎救你？本来你有答应要给我帮忙，10万块要借我周转。我即卖新公司股东大家意见袂合，真侪人拢要退股，莫开店できません。困ってます。あれは昔のことだ。島基長已经叫别人。我的囝婿已经伫大病院里做实习医生，人伊明年都要家己开业了。我答应阿吉祥家长，就是要教一间病院予伊。所以我即卖现金呢，拢总用阿吉祥的名义寄伫银行，其他无钱通我借你。お願いします。無理しても助けてください。しょうがないな。もうそんな余裕な金はない。鬼蛋片啊！多少？表兄是安怎是？无啊，哪有安怎？哦，恁表是咧反悔讲较早哪会无抓你？表兄，好佳哉较早你无抓我，那无我阁袂用过给你吃。咱跟你讲，对我晚年好诶，暗时下班拢会倒来陪我。阿霞，今日那时就要倒来，嗯？人惊你无伴，人想你嘛。都袂哦，你无听人多讲给我，你轻盈了。嗯，多讲，你遐尼讨厌我。多讲哦，上该听你。嗯，多讲。妹啊，你若是这样脏，无来接我家己。人我伫甲问哦，伊介绍互你个卡利西啊，对你好啊？真好啊。跟你讲，真故意，也真体贴啦。嗯，安尼哦，我就放心嘛。当时恁较常要过身的时阵呢，直直甲我交代，交代讲叫我着爱将你叫我金明啊。你们就介意对无？嗯。讲实在，那迄个时阵哦，多讲讲话路，
都像是咪讲金明啊，迄个囡仔咧，做代志袂顶当，不要要脚踏实地。做人嘛，心过骄傲。你若真是嫁予伊哦，你不一定幸福。什么事啊？你来这久无来？我无来捧牛，恁敢会想我？听讲严峰甲你开价，一暝要值30,000，你答应要给伊哦？安怎？你吃醋是？对啊，我给你包顿的厝的3个月，你嘛才摕10,000块给我呢，我愈想愈唔甘愿。不甘愿是你的代志，是这个。你是搁底来要创啥的啦？我要结婚啊！今天的结婚我决定要结，我不准你点别的小姐。要点什么人是我的自由啦。金少爷，你要点什么？哦，创一几啊几锅啦。啊，托古里，叫阎王来啊。嗨。你手莫乱摸啦。天哪，我手有毒呀！无唔对，你手有毒。我跟你讲，你莫阁乌白来哦，你阁乌白来，我对你无客气。都是安尼叫你念着，你知影？无彩我对你遐尼好，你还佫超工安尼甲我怪，安尼甲我陷害，你实在真可恶，你知？你真是可恶！你唔通予乌面的念着，要找白面的讨。我甲你讲，我无门道，是你家己要搞的啊！去外面乌白讨食，叫人念着，啊，佮要来赖我？你唔免佫辩解啦！你出去，你出去，我无爱阁看到你啦。这么金明，我跟你讲，我无门道，我无啦。严峰，你若是为着要赚迄30,000块，去点到这么金明的道，你就一世人捡家己。茫茫茫茫，你来成全，成全阮最后的愿望。虽然是无的一场梦，时间真远。茫茫茫茫，你来成全，成全阮最后的愿望。虽然是无的一场梦，时间真远。严某啊，你唔免听点仔咧乌白讲啦，稍等下阮公司的人就甲送30,000块来。啊！你若这30,000块，这世人你都唔免阁讨谈啊嘛，食穿嘛免烦恼。江少爷，30,000块的代志，期限已经过去啊。嗯，嘛才过几工啊尔，我公司就当咧无用，遵作法律嘛无遐严，嘛拖伊讲一下人情啊。你讲什么理由拢无路用？就算讲你这当阵给我60,000块，我嘛袂接受。江少爷。我的身躯，将来要予我所爱的人，可惜你毋是我所爱的人。我知啦，你所爱的人就是陈铁志，对毋对？就是为着伊哦，我偏偏要爱你个对。无可能啊！你等个日出西山，我爱迄个人的心，永远拢袂改变。无你嘛，都爱踮遮陪我啉几杯啊！江少爷，
梅多是真是会传染人，麻烦你把你的手放开，好不好？相信安尼就会传染无哩。詹少爷，你若爱我，你应该都要疼惜我，唔通将你的病要传染给我。你哪来遮？我来应酬，你讲一寡小事。你哩想袂欢喜，小大过去找你。你都有闲来行菜店，安尼唔好啦。你要保守你的时间，一分一秒都袂使浪费。若无你欠人借，永远你都无在条汉。你讲我，啊你，我甲你无共款。我是来只讲生意趁钱，啊你是来只找查某开钱。少爷，少爷。你再去坐，我再来去啦。你变多啊，几好水啦。少爷，是安怎啦？你真是要变水要失败啊！搁要来行菜店，来这开钱敢开水嘞？万万过来啊啦！那无吼，你以后会足凄惨哦。先生，郭生，我敬你，希望这段生意咱做一下。嗯，干杯。少爷，你较老林，你陪啉。今日要郭生甲赛生。饮到满意，饮到欢喜为止。我叫，我给你回去嘞。我叫做叶浩，不是外叫。你以前认识那个外叫，已经死了。严浩，严浩，过去我一时的冲动，有甚物对不起你的所在，请你原谅。这位先生，你大概认唔着人啊？以前咱也毋捌见过面，你是安怎甲我认识你的？你拄则讲那是过去，既然是过去。你著甲放互袂记的啊！不管啥物天大地大的代志，你拢甲伊放水了，安尼咱人活着，唔才会清新，才会快乐啊！这位先生，听讲你是一个放荡来的目杂啦。目杂啊，是一个无血无目屎、无感情的人，亲像你这款遐会思思念念过去的感情，安尼是要安怎跟人做目杂啊嘞？多谢你提醒，我会好好做一个目杂啊。小姐，这份有啥物贵事无？爸呢？你即摆叫我啥？啊，我尊称你小姐，安尼讲唔对。跟你有气的咧，小姐，摕出来叫出来。哦，原来你是要找阮钱仔囝，确实的，伊无伫的。是去倒位？当时才会转来。伫当时会转来，我嘛唔知。日头要落山的进程会转来无？唔知。伊是你的新罗咧。啊！你讲唔知，安尼你甲人做甚物头家？哎，又去啊！啊！你头伫我的天，脚踏我的地，来我的贵府，啊，讲话阁遐歹声嗽，安尼都唔对啊咧！哈哈，你这目杂仔头啊，
我无迄个美国时间，甲你到遮乱讲话啦。铁柱是当时才倒转来啦。呀，我都甲你讲过，我唔知啊。哎呦，我实在有影，互你个气死呢！我若常常到遮甲你乱讲话吼，煞甲你同款笑倒。无怪阮铁柱哦，才让你教安尼笑倒笑倒去啦。才害阮那个吼，气到要去吊刀自杀啦。哇，你讲啥物人要吊刀自杀啦？我啦，为着你啦。为着我。嘿，拜托咧，有气的，啊！我还佫在世的咧，我还唔捌娶某咧。哦，啊！你为着我自杀，啊！这臭名啊，传出去，我煞一世人免娶某。哎呦，袂见笑，好到七老八老，娶某。我是咧外老，人讲老翁老也佫会抱土豆，我行菜店一步拢嘛免走，我有钱。我要娶有气的娶我，所以拢不要紧。你骗死！哎呦，你目睭看玻璃看坏嘞！哎呦呀！免爱，免爱，未见笑，搁想要娶有气的哦，咪孙阿公在娶孙啊嘞！啊，无我想要娶什么人？啊，敢要娶你是？哎呀！哎呦！哎呀！哦！看你这支嘴还敢搁笑哦！搁笑啦！哦，你一只那病嘞，家我拢袂放嘞。我这个嘴若是病吼，无通你遐尼好食菌啦啦，都听候甲雷公弹咯，叫他放你去逃生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规身躯拢空金的哦，这个枕头啊，若安怎哦，我来故意伤害，看你有才调人陪无？嗯，啊，这个话都叫你哪唔讲？你要先把你教顿哦，要过要陪才来陪。哎呦！哎呦！在忙啥？在咧忙啥？忙这个啦！哦，你贼狗恶人哦！哈，我讲，你若过来哦，必好是会伤人哦！你今日甲要爬出去，也若无，我甲你劈一个哦，一声送你去王死城。来啊，甲劈落啊！我也毋捌看到王死城，都生到圆啊扁的啦。来，行行就当作观光嘛，袂歹，较紧的啦。你我袂咯。哦，你把王师兄当作是有面的上海，叫我免费送你去佚佗吼，免少收啦。你拿我这支要创啥？落座，请用茶。这杯茶有啥毒药？是的。这下人做代志绝对光明正大，茶饮了，请保重。嗯，我不爱饮，不爱饮嘛是爱保重。哎、欸，你咪敢那唔保重，我敢那要听我铁子倒转来。若无你请一顶桥架工，你咪都唔去。